所传讲的信息所做的见证要攻破坚固的营垒，阿们，你的心智都会来归向基督，阿们。圣灵啊，你要充满他们，保守他们，无论在飞机里，在天空，在地面，都十分的平安，阿们。保守他们身体健壮，灵性兴盛，侍奉有能力有恩高，而且成为各地教会的祝福，阿们。也同时把国际大使命你所给我们的恩高祝福也带到每一个教会，阿们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